以色列持续的轰炸加萨，不过在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就很担心，当然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只不过现在要离开代价不便宜，传出现在已经喊价到10,000美元才能够离开。怎么回事？原来是英国的卫报报道，他说巴勒斯坦人现在急着想要逃离加萨，那么支付10,000块美金给前客，如果你给的钱越多，当然就可以走得越快，他们会透过管道协助你从埃及出境。只不过现在埃及当然也很担心了，那么多的巴勒斯坦人涌入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安全，所以他就管制人员。不过这样的举动呢，也协助了这些加萨的前客来运作，他们把价格喊得更高，尤其是在冲突之后，价码每个人至少提高500美元以上，所以这个金额是一直往上走。那么有人就说了，他三周前支付了9,000美元让妻儿离开，没想到到离开的那一天，他们才说你的儿子不在名单上，如果要把他加回名单内，你就要再加钱。也有人说呢，他们筹了85,000块美元才能够带离11名家人离开，其中还不乏很多都是小婴儿。而现在西奈半岛的情势专家就说了，如果你想离开加萨又很急，而且你家庭成员生病的话，就会变成前客眼中最佳的受害者。因为现在埃及不开放边境的话，他们认为就是掩护腐败行为，也让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加萨走廊是越来越严重了。而哈马斯再度释出了人质影片，出现的是4名年约19岁的女性。画面中这4名以色列女性人质年纪不过18到19岁，脸上沾着血，看起来虚弱又无助。哈马斯又再度公开人质影片，父亲听到传来女儿的哭声，心如刀割。I'm afraid. No negotiations. My daughter is 90 days, more than 90 days under the ground. No oxygen. No food.光凭这段影片也很难确定女儿被关在哪里，要怎么救。以色列政府说，这些哭着喊换球的影片都是哈马斯的心理战，家属实在听不下去。台拉维夫几乎每天都有呼吁换球的活动，而且声量越来越大。就在此时，不远处的西岸地区还爆发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拉扯推挤不断。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标语写不欢迎，把加萨同胞惨死的账算在美国头上。不过布林肯这趟是专程来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其实要谈的就是由谁来治理加萨。And we talked about those efforts. We talked as well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form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lestinian governance, so that.It can effectively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Gaza. Israel, for example,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accept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as being in charge. They don't believe they are strong enough. 但关键还是以色列愿不愿意让巴勒斯坦重掌加萨。布林肯接着飞往巴林，就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一起施压。铁拳总报道。另外，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最近又在红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我们要继续请教贾琪。现在不止以哈冲突，其实在红海的冲突也不断，不过现在英美联手击退了最大攻击。在红海这个地方呢，其实大约有50艘的商船受到了无人机跟火箭的袭击，那么呢，他们可能是因为是也门的什叶派跟胡塞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那么现在英美两国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他们两边呢就驱动了驱逐舰、航空母舰加战斗机，击落了21个来袭的目标，所幸没有造成任何的船只受损，也没有人员的伤亡。胡塞组织呢，他们也坦言就是他们做的，他们说这样的举动当然就是为了报复美国。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既然是冲着我们来，那么美国当然会有所回应，所以大家都很担心接下来的冲突会不会越演越烈。不过以色列最近也被南非告到了国际法院，相关讨论再交给佳琪。以哈冲突的一开始呢，西方国家是大力力挺以色列，不过随着以哈冲突时间越拖越长，这些西方国家似乎耐心也越来越少，现在就连英国的外相卡麦隆也认定以色列是违法了。其实我们等一来看到，早在去年的12月哦，因为当时呢已经统计了嘛，有2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场以哈冲突中丧生，所以早在去年的12月，南非就提出了向海牙国际法院来说，以色列犯下了
种族灭绝罪。只不过呢，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连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也说了，以色列目前的战争表现可能被认定是违反国际法。英国自冲突以来，其实都一直对以色列表达力挺之意，那么最近却呼吁他要克制，避免平民伤亡。足以见得，其实在国际的舆论已经有点开始变了。那么现在重建加萨走廊，其实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怎么说呢？因为第一个，哈马斯损失了将近50%的据点，再加上以色列的行为，现在引发疑虑，要来重建加萨走廊，短时间内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国际资讯，不妨扫一扫 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新闻。所谓伤敌1000自损800，很符合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攻击加萨的状况，因为他们摧毁哈马斯兵工厂时造成了6名以军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还在扩大对南部城市甘尤尼斯的作战行动，不止南部，以色列近期还在中部破获哈马斯兵工厂，只是相关的行动也伴随伤亡代价。当时有以军坦克不慎炸断电线杆，连锁反应提前引爆炸药，并导致6名以色列士兵当场惨死。但更惨的还是加萨老百姓。كل شيء موجود على وجه الأرض بيستهدفوه اليهود. بيستهدف كل شيء موجود على الأرض. إشي بتحرك على وجه الأرض مستهدف في فلسطين وفي غزة خاصة.甘尤尼斯居民痛批以军根本不放弃地表任何角落。周二，南部拉法又有5层楼民宅被轰，死者中包含妇女和小孩。当地其实还有大量从北部逃离的难民，他们天天排队好几小时，只为了领取勉强能温饱的食物吃。年仅8岁的加萨男童和全家人流离失所，他和兄弟姐妹克难坐在路边，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历太多苦难。واحنا بنطلب من كل الدول انها ترسل مساعدات تفتح المعبر تعرفه تدخل كل المساعدات انها تحكي توقف الحرب。世卫组织再次表达对加萨医疗情况的担忧，因为有越来越多医疗人员自顾不暇，也选择逃离。The health system suffering, health workers unable to go to their workplace to care for patients because they fear for their lives, they fear for their safety. Patients who fear.And their families who fear going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they may die on the way. 对加萨民众来说，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斗。送来的物资卡车还是每每遭到半路拦车，而另一个位在边界的克瑞沙洛关卡，则是出现人质家属集结挡路。痛批人道上有所不公，因为提供了物资却还是救不回被绑走的亲人。 My son was kidnapped 95 days ago. We are going to stop the trucks because it's supposed to be humanitarian for humanitarian. It can't be only one side. Take out the hostages. 人质救援没进度，以色列还忙着在西岸反恐，却又一次次被拍到涉嫌滥杀。以哈开战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四度访以，也忍不住说出这段重话。We know that facing an enemy that embeds itself among civilians, who hides in and fires from schools, from hospitals, makes this incredibly challenging. But the daily toll on civilians in Gaza, particularly on children, is far too high.警告平民的死伤还是太高，美国现在其实也担忧战场有往外扩大的可能。Well, that killing of a senior Hamas official inside Beirut in Lebanon, just one of the flashpoints escalating tensions since Blinken's
last visit. The Americans also killing an Iran-backed militia leader in Iraq after an attack on a U.S. airbase. And the Iranian-backed Houthis continue to interrup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 the Red Sea last month. 美国海军周二又击落也门叛军对红海商船发射的24架无人机和飞弹，这也是以哈冲突以来也门叛军在当地发起的最大规模攻击。《电讯新闻》综合报道。您现在收看的是《